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987页，987页啊，从第四行看起啊，佛教拔苦祸难，请看经文。我爱汝等，甚许父母念此，我与此事作福，以善供物，拔生死之苦，令获五德，身无为之安。这个一段经文一共七句，字字是真实，没有丝毫虚妄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甚许父母念此，为什么？只有佛陀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物完全明白了，看清楚了，原本是一体，现在还是一体，往后永远是一体，菩萨虽然知道没有佛陀那么彻底，所以佛菩萨的爱是真爱，父母之爱，这里得有情，不一样，这个爱不平等啊！你是他的儿子，他念你爱你，不是他的儿子，他就不念你，也不爱你了啊，佛知道，不但整个宇宙万事万物是一不是二，一是说什么？一体。
都是真心变现的。啊，佛家讲三身，法身、应身、报身。人人都去做，只是不能现前。六道凡夫，化身完全迷了，不知道自己有化身，不知道自己有报身，啊，只知道现在这个身，现在身是应化身。应身的六道凡夫啊，我们并没有舍弃佛陀的教育，终极的目标就是叫我们回归法身。佛陀的教育就圆满了啊，回归法身就是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。菩萨真的法身不圆满啊，一定到成佛才究竟圆满。佛家常讲的三身，三身是一体，都是法身变现出来的。啊，随从法身讲平等的，法身是真心，法身是真爱，真爱里头没有情，凡夫爱里头有情，于是这个爱就变质了。啊，这是我们要知道，才晓得经文里头这个圣，圣字多么重要。啊，圣于父母念子。我们几个人能听懂啊，真听懂了，我们就会像佛一样的爱一切众生。啊，这个爱超过六道十法界里面的爱，啊，里面的慈悲超过。为什么用真心？六道完全用妄心，四圣法界里用真心不纯，还有妄念夹杂在这里面。啊，我一读到证得究竟圆满报身，跟佛就一样了。念老的注解里头告诉我们，胜于父母念子。慧书说，父母现一世，父母爱你这一世啊，一口气不来了，又到六道搞轮回了，这一世就忘掉了啊。佛无量寿，佛对众生的爱无量劫，父母不平等，
佛常平等，平等的爱，父母勿不孝，佛明我念，佛不会啊。为什么？还有好恶之心，有情执，佛的情执断掉了。所以佛的爱是平等的，是没有掺杂妄想杂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是平等的。父母的爱不平等，这是为什么佛超过父母。佛对于造作罪业的众生怜悯他，为什么？佛知道这个造作罪业的众生甚至堕落到三途地狱，跟佛是同一个法身，十方三世佛，佛如是，一切万物无不如是，共同一法身。我们不知道啊，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。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，有利根可以从真就入门，豁然大悟，他就证果了。那我们为什么这么了果？习气太重，无量劫在六道轮回里头轮转流转了，染上严重的习气。佛告诉我们，我们看明白了，听明白了，就是改不过来，原因在此地。改过来了，那就转凡成圣。阿罗汉转过来，功恨不够深，虽转过来了，还带着严重的习气。这严重的习气对他有没有造成障碍？有，所以他还要修行。修什么？把这些严重的习气看破放下，他才能提升。阿罗汉提升就是辟支佛，辟支佛在提升就是菩萨，菩萨证的圆满叫成佛。父母养色身，我们从小长大，在十几岁之前，父母养我们了。
啊，佛养我们的心，这个心是真心，不是妄心。妄心是有思想、有分别、有执着。真心理念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真心就现前。因为真实心中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所以我们修行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例外的，六根在六尘境界接触的时候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这就是修行。无论用什么手段啊，通常讲止观，这是一般大臣里面对于用功的一个说法啊，实在讲就是断卧修善，修善不着修善的相，不能把修善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就错了，迷了。为什么？自信清净心中一法不离，因为法身不是物质，不但不是物质，也没有我们平常讲的起心动念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更没有分别之处啊！对外面境界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这是自信的本能，就是六祖所说的本自具足。他开悟的时候，第三句说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第一个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啊！我们从哪个地方去看它？从无量寿经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所讲的依报十七种庄严，啊，再加上正报，总共二十九种庄严，啊，这些是本自具足，不是从外来的。只要坚信，它就会现前。啊，在什么时候条件之下现前？现前要有缘，所以佛家讲因缘生法。啊，因是自性本有，是心得，缘就现现象，现什么相？现十法界一真庄严之相，
虽现不能说它有，不现不能说它无。为什么？有无是执着，执着是迷。啊，所以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通通放下。这就是用真心。啊，我们用真心，怎么用法？就用真心。真心充满了智慧，真心里面没有染污，没有造作，一切随顺自然。所以佛菩萨的爱是真爱，胜于父母。啊，这底下讲的意味，佛以平等大慈与无量劫养我慧命，远非父母所能惜，故人胜于父母也。这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此事释迦牟尼佛成佛的那一个时代啊，距离我们2500年，中国人是3000年，这个世界已经是无主我实。这个社会不安定，动荡的社会，人心不正常。正常的标准，古圣先贤给我们说的，无能、无常、四维八德，这正常的。那是自信里头本来有的，我们有没有？当然有。有为什么造这个难？虽有不起作用，起作用的是什么？起作用的是妄心。杀盗淫妄，愚痴，善恶没有能力辨别，叫痴啊，愚痴，怀疑，对圣贤的教诲存疑。不相信，当然他更不会去学习。世间讲教育，究竟圆满的教育，无比殊胜的教育，无过于佛陀。
佛陀的教育，点点滴滴，你只要抓到一点一滴，都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，这是真的。哪一点，哪一滴？这就是经教里常讲的八万四千法门。任何一点一滴，只要掌握着一，一就不夹杂，不夹杂，功夫就得力。所以，为什么讲一门深入？我们从房子外面要进入到里面来，只能从一门进去，从两个门你就进不来了。门再多也只有一门就入了，两门三门入不进去。这个道理浅显，我们能够理解，那就是一门是真的，门多了，我们的心就乱了。一门心是定的，两门以上就怀疑了，去产生障碍了。道理在此地。啊，诸无诸我是。我们初学佛的时候，读到这个经文，会感觉的释迦牟尼佛经上说的这些话了，好像太过分了。这世界还不错嘛，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学佛66年，60年前那个时候社会比现在好，在中国讲一家子，一家子是60年，上面60年比这个60年好，社会风气好，人与人当中相处的好，现在跟60年前比不上了。现在相信佛的无著无实，好像佛说这个经是在现在人说的啊，是对我们今天人说的。那我们要问佛怎么知道的？我们60年前、60年后不知道，释迦牟尼佛有本事知道3000年前。以后的社会，2500年前以后的社会，好像他看到了，让我们不能不佩服。一善共恶，佛说的都是善法啊。佛法里头总的来说简单明了，是善是恶，
啊，我们学佛的同学常常看到佛像，特别是画的佛像。啊，画的佛像，佛头上有个大圆光。啊，通常在圆光的上面顶上写了三个字。啊，这三个字多半是梵文写的，也有藏文写的，中文写的有不多。啊，这三个字念叫嗡阿吽，这三个字代表什么呢？就是十善业。啊，身口意也。身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口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两舌是挑拨是非，不绮语，绮是花言巧语，假话，不是真的，骗人的。啊，不恶口。啊，恶口说话很难听。所以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。口四善。啊，口业，造口业，六道众生天天在造，无法避免。说了四条，意说了三条，意是起心动念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世上同是一切戒律，戒律是帮助人断恶修善的。啊，最简单就是十善守恶。十善的反面是守恶，守恶的反面是十善。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身善。啊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，言善，口善。啊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意善，你的心善。十善到圆满，就成佛了。所以佛顶上这三个字意思很深啊。什么是佛法了？嗡阿吽就是佛法。啊，所以佛说善法。目的呢，降伏，化解众生的恶念。恶口恶心食物啊，是善，是信德，自信本具的啊，食物是烦恼，是迷惑。从无明里头，无明就是愚痴，这里面变现出来的。那我们对初学的人，老师教初学的人从哪里教起？就从断食物学起，好懂。
啊，那么佛摄善法，降化众生之恶，以消无痛。无痛，无烧，前面说的啊，一灭无烧。无就是指无我啊，无德呢，指无善，令行无善，去无我。这把因果都说出来了。无我是什么？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饮酒，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叫无戒，叫无戒，入佛门。必须要遵守的啊，这五桩事情，前面四桩叫性罪，它本身就是罪恶啊，酒本身不是罪恶，所以它叫遮罪，性质不相同啊，酒。为什么列在这里？酒醉乱性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佛禁止学生饮酒，啊，不要被酒迷了。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犯罪的案例都是酒后造出的恶业啊，他不饮酒的时候他头脑清醒，有时候他能够把烦恼扶住，可是酒醉了扶不住了。有一些很小的事情，微不足道的，酒至最后之后变成大事，啊，演变成杀人放火。所以，佛把酒列入众戒，啊，那么酒的开源很多。特别是中药里头，不少的中药是以酒做药引，可不可以用？可以用啊，用作药引治病行，这个不叫犯戒，这叫开戒啊，在特殊的状况之下要用智慧来决断我怎么做法。所以每一条街都是活的，都不是死板的啊，不同的状况之下有不同的解释。持犯，什么叫持戒，什么叫犯戒，要搞清楚搞明白啊，条条戒都有开源，开戒不叫犯戒。对自己有利益，对众生有利益。例子很多，经典里头有说。啊，祖师大德
在著书里面引用的也很多啊，这些对我们初学要有正确的认识，才不至于犯过失啊。比如说经典告诉我们，佛经上有的这个例子，一个猎人追一个猎物啊，小动物，小动物跑了，追到三岔路口，不知道他跑哪去了，正好这有个人，他就会问他，我刚才追的小动物看到没有？看到了，跑到哪边去了？持戒的人就随便指一下，他跑那边去了，指这个相反的方向，这不是打妄语骗他吗？是的，这叫开源，这是你要用开。如果你讲实话，他把这个小动物捕获了，小动物被杀了，他造了杀业，小动物丢了命啊，结了冤仇啊，因为你的你没有妄语，你说真话，这个时候就要骗他，骗他什么？救了小动物的命，也救了这个猎人，不杀生，今天不杀生，这要智慧啊！不能说这个地方我要持戒不妄语，那你不妄语的时候，你就害了众生的命了啊！所以这个是每一条戒都是好的啊，持戒也不容易，但是一般同修无戒十善决定要遵守，啊，无戒跟十善，就十善里头没有求，无戒里头有求，十善加上无戒就圆满了。啊，这是戒律的总纲领，我们要遵守的。学佛从持戒入门，戒定慧三修。为什么要持戒？目的是得定。为什么要得定？定开智慧。学佛是求开智慧，不求其他。啊，智慧开了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通达明了。是这么回事情。啊，戒律非常重要。我年轻的时候，闻佛法进入佛门，是方东美先生教我的。他不是居士，他不是出家人，他是一位哲学家。我认识他那时候，他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，我跟他学哲学，他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讲佛经哲学，所以他就没有给我讲戒定慧，没有给我讲六波罗蜜。戒定慧三学
六度十波罗蜜，张家大师告诉我的。啊，这是个佛门大德。啊，是过去元明清三代藏传的大德四大喇嘛啊，大家都晓得达赖班禅西藏的，还有蒙古的，外蒙古这不尊丹巴，内蒙古张家。四大活佛啊，他教我入门，戒律很重要。我们年轻的时候重视在学术，在经教，对于戒律往往就疏忽了。他说法有善巧，我跟他三年，他老人家过世往生了，我们有一些人甘珠合佛带头，在火化场搭了两个帐篷，我在帐篷守了三天三夜，甘珠他们是一个星期。我认真地反省，我跟老师三年，老师教我些什么，我学到些什么，这印象最深的就这句话，戒律很重要。这句话张家大师大概给我说了几十遍，啊，他说话非常有善巧。什么时候说？我每个星期就见他一次，我离开的时候，他老人家会送我到门口，送到门口的时候给我告诉我一句话，戒律很重要，轻描淡写。我们也没把它当这回事情，这一反省，这句话的印象最深。所以我对戒律上下一点功夫是大师过世之后，啊，戒律是什么？戒律是把经典落实，经教学了，学了没去做，这不行，没用处。一定要做到。那从哪里做起？刚才讲，无戒是什么？对自己要非常严格，才能产生效果。啊，所以以后我在美国有一段时间，啊，那个时候是到处流浪，啊，每年就是美国、加拿大要转两圈，十几个城市，啊，都有同学、同修，跟他们见见面，学习经教。成立净宗学会，当年我在的时候有30多个学会，
现在可能只剩下十个。我提出戒律五苦，我们修净土的人必须要学。第一苦，敬业三福啊，这都不能太多，太多太杂了，记不住，那就用不上。要好好记住，时时刻刻起心动念，对照一下有没有违背。正业三福，第一福，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，第二句奉师师长。他跟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相同啊。第一句孝亲呢，第二句尊师，尊师才重道，重道才尊师。啊，不能孝顺父母，不能够尊师重道，老师再高明，没有办法教你。为什么？你不能吸收。老师跟你说的，右耳进去，左耳出去了，所以老师不教了。真正好老师叫什么？孝子，懂得尊重老师，尊师重道，老师就教你。啊，我遇到三个老师，都是这个条件情景。那时候生活清苦，对老师一分钱的供养都没有。啊，老师真正教我，我们感恩呢。啊，老师不在了，我们上课，我们在一起学习，老师的照片都在上面，没有离开老师。啊，就像老师看待我们一样，跟当年时候一样。啊，这也是告诉现代的年轻人，要懂得尊师重道，要懂得孝顺父母，孝敬是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。没有孝敬两个字，传统文化就灭亡了，就没有了。不能不知道。经的幕后讲的五德，令后五德，身无为之名，常乐国境，这无为之安呢？有为，你就有顾虑，就有牵挂，为而无为，断恶，我做了，做完了不放在心上，若无其事，修善，行善，我做了，也若无其事。不放在心上，心永远保持清净平等，清净平等就觉，就不迷。啊，心只要有东西，不管是善是恶，都扰乱你，都让你得不到清净，得不到平等，
那你的智慧就透不出来。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所以我教同学的时候，从静业三福下手，啊，后面六合敬，我们大家共同在一起住在一起修修，家和万事兴。啊，学校也如此，学校老师、同学，所有的职工人员都能够和睦相处，这个学校决定兴旺。如果有怀疑、有意见、不同的意见，个个执着不放，啊，彼此互相批评，慢慢变成斗争，这个道场就完了。啊，这个学校不会长久。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，六合重要啊，啊，六合之后深入三学，戒定慧三学，菩萨的六波罗蜜，三学对自己，六度是对大众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。啊，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。我们要把这个落实，这才能身无为之安呢。啊，不能落实这五科，你学的是佛学的知识，佛学的精华你没有得到。啊，佛法的受用，利苦得乐的受用你没有得到，真实的利益失掉了。要真实的利益，那戒定慧是给你真实利益。啊，这五科重要啊，这五科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我们是精华里头再提取精华，精华之精华，叫五课容易吗？不会忘掉，一切时一切处认真学习的佛法殊胜的利益啊，果然一生幸福快乐啊，就是大学里头讲的修身。用佛法帮助儒，用儒帮助佛。啊，儒跟佛所说的同样的理论，同样的方法。佛法的效果无比殊胜。这是我为什么要学佛？道理就在此地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